不管微信里的文字还是语言上的时日，都把我们的依然聊天室。哈喽大家好，我是依然音乐室林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依然聊天室，欢迎大家，欢迎欢迎。哇，最好是一个星期见不到你哦，我真是好想念哦。哦，是不是哦？那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呢。OK， 那不出意外，下个星期的我们的聊天室哈，可能就会变换一种形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期聊天室播出去的时候呢，其实我跟孙航的高考已经结束了，我们就会马不停蹄的准备那个少年如歌，所以下一次那个依然聊天室有可能哈，我跟孙航会从当面的卖萌变成为线上卖萌变成当面卖萌，就是我们俩会在同一个空间，然后你们几个就在不会啊，就算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我也会跟你分开的用一个屏，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可能就相隔一米。就可能我们相隔一米，但是呢，我要用我的手机来录、那这样，我就把那个傅颖哲也叫上去，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吧，好吧？你不挤吗？啊、你不想挤的慌吧？你咋不是有傅颖哲就有点挤了吧？哦，懂了，懂了，懂了。别生气哦，宝宝，别生气哦，宝宝，别生气哦，宝宝。哎，我们俩这是在干嘛？当中你在干什么？我天哪！你他妈奇奇怪怪的，恒哥。Oh、哎，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解决，但是还是祝福你们好吧、哎？祝福你们，毕竟、啊、你们都是我的宝贝。哎呀，我吐了，吐了，吐了！我天，吐了吗？你吐给爷看看啊！吐给爷，我吐给爷看。肉。OK，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依然聊天室呢，到最后可能就会换一个形式了，跟以往的形式就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有必要就是做一期总结，就是问大家一些问题，就是每一期这个依然聊天室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除了会看弹幕以外，还会不会去看就是底下的那些评论？聊天室是什么东西啊？我都没有看过耶。其实我只看弹幕的，就只看弹幕。我也是，对，只看弹幕，没有我看声音。还有评论吗？可能是，哎，我跟你讲，有可能这样，因为弹幕就是评论真的太少了，所以就没有信心去看弹幕，就没有信心去看评论。那有没有跟我一样的那种想法？肯定看弹幕啊，又可以看到弹幕，又可以看到自己，多好。那你会一边照镜子，然后一边看评论呢？对，好嘞，所以好嘞，你咋落泪了呀？我因为我发现我比较喜欢看评论吧，因为我发现弹幕的时候有些没什么意思，哎，我觉得还不如我吐槽的好呢，真的是。好绝呀，我的天哪，你太绝了。我觉得最好是说实话哦，如果下次我就是悄悄咪咪看见你在看这个聊天室，然后你是开弹幕看的话。啊，那其实我偶尔的话也是会看一点的。那就对了嘛，弹幕跟评论都会看的啦。那傅颖哲嘞，也是开弹幕看，多看的是弹幕、uh-huh. 评论有的时候刷翻到后面你要翻累就不看了，你知道吗？就翻累了是吧？手滑一条就滑到哪你还是翻累了是吧？有道理，有道理。那大家其实刚才都只是就讨论到就是在自己会看聊天室的一些弹幕啊或者评论的，但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有人在骂自己的那种弹幕的话，你们会怎么做？那肯定是加入他们。他在骂你，他在骂你，选择一波自嘲。我杀我自己，我杀我自己。这么普通的吗？我觉得这个要来点不一样的呀。那我肯定是扎小人呢、啊。不要在网络上逼逼赖赖，不服现实碰一碰，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哦，我跟你讲，你知道日本专门有那种卖那种稻草娃娃的，就是写上对面的名字，然后你就去扎他。我直接写上他们的 ID， 然后直接就。不是你，我觉得你不应该拿那个针去扎，你要拿那个什么螺丝的那个螺，都是先扎完之后，然后拿打火机直接烧掉。那傅颖哲嘞？哎，但我觉得傅颖哲好像不太会有人骂他吧？啊，是国民偶像。不至于。因为我感觉傅颖哲现在感觉比以前就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活泼，他现在就很沉稳的感觉，就感觉没有人会骂他，骂他我最多就是骂他一句，
口罩脑海，口罩脑海。那天我在刷微博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了他们的那个什么毕业照，然后有人录的视频，然后就都是一堆同伴的。那个飞车为什么他还戴了个口罩呀？对，你是有多么恐惧自己的颜值，他还戴个口罩？天哪！众人皆醉我独醒啊！不是，就是说明傅云哲就很有那个防疫意识啊，就是说明他只有他。哎呦，感谢原厂，只有他做到了，对不对？只有他在认真的防控疫情，对不对？你在想啊，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怎么能不戴好口罩呢？对吧？可是你也没有完全戴好啊，你还是把嘴巴跟口鼻子露出来了呀。对，露一半了还。是他觉得这样比较帅而已。要露你。我太难了。这一行终于说实话了，我的天哪。就是哎，我不摘完，然后我就戴一半又能瘦脸，哎，就很帅啊。就是你们旁边的都是什么、啊、那不觉得遇到这一行这种骂你的评论，你会怎么怼回去？我会视而不见吧，估计。视而不见吗？对。他是已经私信我，你在哪儿？我现在来找你。啊，跟粉丝撕连，天哪！老吓人了，老吓人了。这下子叫什么？公司要停训了，这样就。哎，直接退出娱乐圈，谢谢你好不好？只是你退出娱乐圈好不好？那倒还是不至于，应该还是有点回头之路。那于淼嘞？哎，我记起你了，哎，不错。哎，真是记起来了。终于老人家记忆有提升，不错不错。感谢你哦。哦，于牧阳还做了个话。刚刚谁说我做了个头发的？是本少爷怎么地吧？太棒了！你真的，你发型真的太棒了。我觉得你这个发型有点帅，你能不能下次帮我做一下？必须了哇！我可是这个大师，好吧？哇！主要是上次那个我们老板说我这个发型太丑了，就那个像精神小伙儿、啊。他懂个。完了，封面预定。又是你的封面了，航哥。哎，逐渐说话。那于淼，你继续。骂死我吧！骂死我！受虐狂啊！就是奇奇怪怪。黑子们心想：哎，第一次听见有人有这种要求，那好啊。那迟疑嘞？有人在骂我的话，我可能会找那种人，然后定位他在哪，我直接提到过度过去打他了。哦，好怕哦。我觉得这种是不能忍的，毕竟我是一个就是很乖宝宝，是一个乖宝宝。给他寄一个炸弹过去。怪死我。听刚才迟疑跟孙航的做个对比的话，就是感觉孙航的人好像骂的人可以更多，但是骂迟疑的人就没有太多。哎，我就是被骂体质嘛，对不对？骂体。其实我觉得你不是被骂体质，是你被迫成为这样的被骂体质，因为不是前面有段时间一直在闹那个内部矛盾嘛，你都是那种受害者嘛，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你还是蛮可惜的吧？希望你的、还是蛮可惜的吧？最近心里面有一点点好转吗？啊？最近心里面就看不见吗？你看不见吗？你心里面好转？看不见，你把衣服脱了吧？啊，那脱了！我屌，被反杀了！来。最好你来帮我提这个问题。好，林墨，有人骂你的话，你会怎么办呢？我就骂回去啊。骂回去？那你是怎么骂回去呢？我要先看他到底骂我的地方到底正不正确，知道吗？他如果骂错地方的话，我就骂回去。但如果他骂对的话，骂。那假如我是那个骂你的人啊，就是我来先找一个攻击你的点。我想想。这个林墨呀，也太没素质了吧！那个脚都放在天上去了啊！天上去了。哎呀！建议封杀。好，你再来一遍，我要来一个量好一点的，因为刚才我说了嘛，我要先判断一下他骂的到底正不正确。你再来一遍。好。这林墨啊，也太没有素质了吧！就这个表情，就是充满了不屑的那种。滚！啊！算了，我来更认真一点。你再来一个比较普通一点的。好。这个林墨的头发，我觉得真的很像那个青草。怎么怼回去啊？
那我明天就把它移植到你们家里面去。啊，就是很没有攻击力的那种，是吧？没有第一个强有力，你知道吗？对，啊，就第一个，就我在网上也会看到，经常有一些那种骂的点，我就会觉得很无厘头，就有点类似于喷子的那种，你知道吧？就是要在那种评论区能刷存在感，然后这种人，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了。滚！刚才讨论了，就是会问到大家有没有就是关于这个评论的这个话题。那么今天我们这期的聊天室就会结合每一期聊天室我们的家长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些评论，从这些评论来聊聊我们的这期聊天室。OK， 那第一个，黄人暑假赶快安排《罢工吧画手二》，完成傅盈哲穿的 JK 的愿望。啊，这完全是我的愿望。就是不用安排罢工吧画手二，他也可以穿 JK 啊，对不对？不是孙一航他要穿女装嘛，然后你就穿 JK， 你们一起搞直播不就好吗？组个团一起直播可那其他人对这个弹幕有没有什么看法？有什么看法？这不傅盈哲最大的心愿吗？这有什么看法？但是罢工吧画手不是你觉得最大的心愿？对啊，所以 我很想拍啊。不要那些东西，那是我没拍过，你在这。对啊，你都没拍过，你在说什么？就是因为我没拍过，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当时有多么可笑，你知道吧？就是他们瑞瑞，他拍完第一期的那个样，就是拍完第一期之后，他什么特效字幕都没加，他拿来给我看，就是特别搞笑，你知道吧？就是一堆人在那儿，好尴尬，又没有 BGM， 就是一堆人在那儿，哎，哈，就我说这是。那种脑袋有点不正常的那种，你知道吧？就感觉，而且那个特效也很傻呀，就很愚蠢。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你平时的一些行为和动作，不就跟我们办公吧画手还是挺符合的吗？对呀。但是，哎呀，我知道了。孙一航他其实也是很想拍，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喜欢说反话的那种人。对，是吧？对，你不要曲解我。所以那个什么女装安排，我也是懂你的。OK， 那我就我结婚第二个问题吧，赶快跳过。我是纯路人，虽然以前知道易安，但是偶尔也在节目上看到，但是也没怎么了解过。无意间点进来，就发现迟早会笑死在易安这里。这群男孩子真的是太有趣了。还有，我蛮喜欢孙一航和傅盈哲这种温柔型的长相，也蛮磕这种小男生直接相爱相杀的。我是温柔长相吗？我明明就超对啊，我觉得这人很没有眼光哎，明明我才是温柔的长相，他非得说你才是温柔的长相。对啊，我明明他可能是错人了吧，我明明超拽的。我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孙一航、傅盈哲的 CP 粉，只是在装纯路人而已。哦，我也觉得有这种操作吗？不是，因为我感觉普通人都是在就是在磕富裕，但是我觉得蛮真实的，其实是。这么大胆了，你知道吗？已经如此大胆了，就是随便说的那种，太逗了。瑞瑞很喜欢，傅盈哲是百搭呀，这一定会被剪进去的。哎，对，我也感觉傅盈哲他是很难的那个。那傅盈哲跟你是什么 CP 呢？哎，对哦，我啊，我不跟他，我不跟他搬砖组合，我才不跟他，远离我。就是、他是个花心的男人，不能跟他的。他是什么星座的？我来帮姐妹们踩下雷。你是什么星座呀，傅盈哲？姐妹射手座吧？你是郭老师吗？射手座，渣男星座，射手座吗？哦，我也是射手哎。我们这个团队有两个渣男。哎啊，远离我的天，我觉得什么他们的射手座其实是蛮专情的，对吧？傅盈哲这个地方不得不对，哎呀，要不然矛头就指向我们。哎，OK， 我们立马跳过好吧。那这样吧，还有一个是什么？终于等到这群沙雕了。哎，我不是哦。你就是第二个沙雕头头，沙雕头头。沙雕头，对啊，被你摸熟了。沙雕，就是你，哎呦，啊！所以哈，你对这个家常的评论，你是持一个什么态度？哦，你等到就好，好吧 ？OK， 那好吧。还有一个就是，笑死我了，我粉的是啥玩意儿？答案请从第三句里面找。这么直接吗？你粉的是内娱有这样一个地方。哈哈哈哈哈！是理解的吗？怎么秀呀？怎么秀呀？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是特别火的一句话，
在内娱有这样一个地方，这里的艺人比老板大，这里的粉丝会画画，公司做人，老板听话。你有不满意，艺人帮你骂。如果想了解，请直接来画。我们画粉提供贴心案例服务，答疑解惑服务，帮找物料服务，云计划，你的追星不二选择。说的对，也还好吧。工具人吗？我们跟老板应该是就是对骂的那种。有时候是真的会，比如说遇到那种剧情不合理的地方，或者让我们做那种过激行为的地方，我们就会对骂。还有那种拍节目的时候，我们也会对骂，就是那种对骂。不行，我是不是？哎呀，但是还好，因为我们是真的在讨论那个东西，不是说那种因为平常很无聊的事在那吵，对不对？我们是真的很想把内容做好，对不对？但是很无聊的吵，我们是公司老板他也会这样，他平时就是喜欢跟那些小孩无缘无故就吵起来，你知道吗？就那个是，哎，但那个就是比较玩笑的那种。但不玩笑，我觉得他平时很认真。就比如说跑步的时候，小哥他不是在背后追着那个什么其他人在那跑吗？哇，对对对对对。然后跑完之后，他还会骂。刚才这个两个人在这跑步，就好像那种有点像那种告状的感觉，你知道吗？跟那个我们的舞蹈老师告状，你知道吗？就他们两个非常好不，罚他们，一定要罚他们。然后就有一种那种，就是那种班长，然后管那种，对，管理之后跟那个班那个班主任报告的感觉。老师，他们不信我的话了。就是这种感觉。OK。欢迎孙一航这个憨批给大家带来的笑料，哈哈，仿佛是直播间的观众，自己的镜头都是别人。但是孙一航确实有时候真的，我觉得他讲的话，真的是出乎意料，真的是。是吗？我告诉你，就是跟大家分开个半年啊，我就是到处去学习这些梗啊什么的，就是现在我的这个功力啊，就是已经非常的高了，我的这个已经修炼到大成了。就是我们如果见面的话，就是我保证你们每天就是处在一种欢乐的情绪当中，你知道吗 ，baby？ 哎，那你是去的哪个少林寺呀？就是我找到了一个世外高人，他就掏出了一本书叫《沙雕宝典》，就是。他叫我去蹭透他，我说我蹭透了。那这个呢，于淼呢？于淼，你对这个粉丝的评论，你是一个什么态度？憨批这个词，这个幅度有点小了吧？啊？这你觉得应该叫什么呢？哎呀，我语文又不好，词汇量不够形容你、啊。大憨批。什么？这憨批是不是骂人的话？我在想。是啊。是，对呀、啊。哎，我在骂这个人。太搞笑。我觉得他的行为跟话语都是长在我的笑点上，你知道吗？是吗？对呀、啊。但是你也比较骄傲，真的，你说做些行为，我也无法 get， 好吧？没事，就是，就是，哎呀，我怎么说话？这么爽的，哎，没事，下一个吧。OK， 那下一个，他说林墨的窗帘没有了，爷青结，就是爷的青春结束了。鱼糕馆，你的老婆曲小兰叫你抖音跳舞去，快去。在的，直播间，怎么现在还没拍呀、啊？孙宇航还没跳呢。对，你怎么现在还没拍 啊？不好意思，我忘了，我。还想趁此浑水摸鱼的吗？我马上，我忘了，我真的忘了。就明天，还卡了一个，哎呦，不得了了吗？还卡一个，他卡了没有吧？卡了，他没卡，他在装，怎么了？哎呀，在装卡了，装卡啊，在装卡，别装了，你就吃醋了呗，凤哲，我们就看一下吧，他会。瞪眼睛瞪多久？哎呀，凤哲，你胸都动了，你这是在呼吸啊？奇奇怪怪，还挺像，别说还挺像。哎，他气质蛮……哎，他这个眼睛还可以的哦，你家事情应该蛮重的嘛。嗯。哎，我这个紫窗帘啊，这个紫窗帘并不是什么没了，它还一直都在，只是说，因为我以往录节目，我不是要坐在那儿，我背没有个靠的地方嘛。后来我就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那个椅子搬到这地方靠一下，要不然我真的太累了。每次坐这么久，你想看，幸好你干嘛？你要度假了你？度假？哎呀，就差拿个椰子，你知道吧？一下都要拿个椰子出来，就很像在海南，你知道吗？
OK， 杜文荣，就问一下那个黑色短袖的小哥哥单独发言，就类似于上海百老汇音乐哦，就开始放，对，他这个另外林某小哥哥真的好闹腾呼呼的，这个确实是，哎，我觉得聊天室真的把我们每个人特色都放得很大。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节目，你知道吧？就是为什么呀？就是他比那个什么。尬世界那些又准备道具，又那个什么的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又还挺那个，挺轻松的，又方便又快捷。嗯，只需要一个手机加上你的4G网络，哎，对吧？我觉得瑞瑞还是进步了的，给你点赞。然后还有一个下面一条是，他说我现在一看到林墨，脑海里面就想起了《神经病之歌》，怎么办？怎么办？那这样吧，我就满足你这个愿望，我们把后期的歌曲换成我的那个叫什么《哈利波特》的那个什么背景音乐。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就可以了吧？老魔法师了。其实我跟你讲，上次不是有一个什么微博，他们就什么召集了一个活动，就是说我的童年是什么什么。然后我其实给我的工作人员发的是，他说我就是很认真的给他说，我说我的童年，我看了《活佛济公》之后，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位魔法师。然后他这个还给我改成了什么？小时候看这个《活佛济公》，希望自己能够什么？乐于助人什么什么的，我这个完全就是修改了我的意思，你知道吧？我本来就是特别想成为一位魔法师的，就很正能量。对呀、啊。OK， 下一个，天哪，这群粗糙大汉和上一期羞涩男孩是同一群人吗？对，就是同一群人，没有看错。对啊，就很粗糙的那种。我觉得你没有特别粗糙，大家至少每次都是。我每次录节目之前的时候，有好几次我头发都是没有洗的，都能在上立起来，就是我都不想打理的。但是因为要录节目，我又不得不去重新冲一个头洗一下。那真的是辛苦你了，林墨。真的，我真的好辛苦。我每次最烦的就是前面打理头发，而且有段时间，我跟你讲，我不是剪的超级短吗？然后那天我一洗头，我一擦，我几个头就变成了那种刺猬头，你知道吗？就是立起来的。后来是吹干了之后，它才塌下去了。生而为人，我很抱歉。那你们呢？于淼，你的发型好看。那必须的呀，那这不看是谁做的？谁做的呀？我做的呀。你自己做的呀？对。哦，他确实也是。他每次去公司上，就是早上上课的时候，他都会花很长的时间站在那个衣柜前，站在很站，他想今天应该怎么搭配衣服，你知道吗？哇！想了半天之后，最后又挑了昨天穿过的同样的衣服。不是，他有的时候去学校上上课还要涂发胶，我是服了。是啊。哦。我什么时候涂发胶了我？哎呦哎呦，你还戴帽子呢，我都没说呢。不是那天我剪的头发太丑了，我不忍心顶着磨尿头发去学校，而且那天是那个运动会，你知道吧？对不对？我不忍心。我戴过帽子吗？你特别好看，你不用戴。我知道孙一航他有一个那种想装扮的那种心境，但他每次吹吹的头发真的是很丑，他那个地方像一个什么？我真的觉得他头发特别好看，不好看，这样。这样很好看，好看是他长长了以后，他有次他剪的长也不长，短也不短，就那头发他那个地方。吹过去之后，他这地方就会立起来几根，你知道吗？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住他的方向，就有点像一个鞭炮插在脑门上，然后炸开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很丑，特别丑。啊，于桂阳，我们不要跟这种人做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发型怎么打理啊。对啊，对啊，他丑就是丑，哎，你这个人怎么还不听我的意见呢？真的是，我的头发很好看吗？你人都不洗头了，你这缓缓吧你。你的头发很好看吗？怎么这跟狗啃人的事儿了？你这个头发，我把我现在的头发放在那个狗嘴里面咬几口都比你这好看。对啊，我告诉你，你这头发已经我好笑啊，我真的不行了。换个新发儿，就你就一直就是固定于扎个脏辫，然后立个这种分辫头，我已经看你几百年了，是这个造型。那你不要看啊，不是。有一段时间就你跟我俩在宿舍，那我不看你我看谁呀？就几天你就忍不了了是吧？啊、哎呀，你们待会回家了，你们再吵好吧？哥这怎么搞啊？对啊，回家了再吵啊！回家了再吵可爱不是你们俩睡在一个房间吗？怎么又跟我跟他回家了呀？这个好，你怎么回事啊？非常的问题，非常的问题，嗯。哎呦，有点东西，这其中有点故事。刚才还叫慧姐叫宝宝，你
在干嘛？还向我们社群中的人花心、哦、你才花心吧，好吧。老我宝宝多得很，我很多个宝宝。李默门怎么搞的？怎么搞的？这李默撞的有点太多。待会儿真的，待会儿只能在我们这个房间被这会儿发真的放不出去了，你放不出去了。那这样下一个问题，侯瑞终于把自己的狗脸给露出来了。之前应该都是经过他精心挑选的吧？黄瑞上辈子是狗啊！啊啊！什么？危险发言，剪掉！什么？有请林默为我们上演封面电影。下一个，老板娘考虑再嫁吗？考虑再嫁可还行。二婚吗？你俊哲，你是二婚啊？二婚呢？啊，不考虑啊，所以你看没有，就是哎，他我要独自美丽，那个，天独自美丽，没男人。哎，你这样其实有点像那种中世纪的那种贵妇人摆的 pose 那种感觉，这样子一个啊，我们傅云哲是21世纪的新时代的女性，就特别独立的。哇，这个好厉害。伟大的女伟人就是你了，真的。OK， 那下一个问题是，十亿平平无奇的科学家。我自己，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工具人。为什么呀？我觉得你挺好的耶，你像那种，我是那种叫什么、啊、那种能力很强大的巫师，就有什么事情求你一下，然后你就会用很小的力量，然后达到很大的效果，你知道吗？什么？我不就磕 CP 的机器，我是哪里呀、啊？你不能这么觉得自己，这个是你副业，这个别哭了，你哭了，你是在哭自己还没有 CP 吗？还是说什么？好惨，没有 CP 啊，好惨。没事，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才会磕别人，才会磕的特别厉害。哎。所以说，我太危险了。哎，下面一条是。我踩我们小孩的标签，今天晚上你和你妈一起蹦沙卡拉。我觉得这个哎还是有点过分的那种，就是虽然我也就是经常看见这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好，就是、哦、我觉得骂别人就可以了，就不要带别人妈啊什么的。就我对这个觉得这个有点太狠了，我觉得大可不必。不用觉得嘞。啊，又在手机了。哎，你们都没要发很多遍呀？不是，长了腋毛，我看你还长的。我是那里被蚊子咬了，我在挠。啊，就蚊子咬了，然后就哎，就哎，就不小心就是。哎呦！我连镜头都没有放到里面，我是放到外面挠的，然后你们才对我。耶、yeah, ，对对对，这个粉丝的评论，我们要正能量，最好不要骂人，要正能量。那你骂我干嘛？那你骂我干嘛？其实我觉得适度骂人是有助于缓解。骂我呀？没有骂你。干嘛哇？对他好大的，我的妈呀！兄弟，我受不了了，陈老师，你真的别跟我做同一班夫妻。哎，你老师告诉我，就是教你那个什么沙雕宝典的那个师傅，是不是也是跟你这样喜欢的？给我装，给我清纯。对啊，他都去了80了，他还。哎呀，完了。我的天哪，你别这样啊！我的天哪，你的这个颠覆了我以往我对你的这种崇拜，好吗？毕竟以前我最崇拜的人就是你，好吗？现在来说，你就哎，你这样崇拜我吗？那你崇拜我，你拿砖头打我。我就说了，那不是故意的，好吧？不是故意的啊。好啊，反正现在也没有机会了，下次再找机会吧。OK， 那这个问题我下一个吧。他说：“真的，我都不好意思说，麻烦央音乐社的人都不要来蹭我们黄美玲、付小云、迟小兰、于莎莎、孙晃晃的热度了，好吗？依安美女士早就应该出道了，好吗？”我觉得这个真的很 so boring， 英语老好了，英语老好的那种，就是一开口就是 fine， 像是 I knew 的那种。太好笑了！我当时觉得看这个没啥感觉，感觉挺好笑的。这个感觉还是好像是。仿佛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性格，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就是他的侧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娘，被骂了。他的其实被骂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对啊。OK， 下一个，看到弹幕和评论的有些人真的就很无语，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是你们随随便便说的，
情的感情，明哥这是说啥？传奇是隐形的传宠，我就想说，对不起，这个真的是传奇的，我就想知道，认不认？我得想知道，你是看到他们真正欺负韩哥了吗？对啊，我跟你讲，我迟早把我手机里面那种你们校园霸凌我的那些视频剪成一条 vlog， 就是那种你们就是暴打我，对内霸凌完蛋了、哎，给你拍成电影怎么样啊？然后后面你知道吧，就电影不是有的后面就有彩蛋嘛，就有那种小彩蛋、然后就让后面那种航哥笑得很开心的所以我是对大家是有一种那种父爱吧，就是我不忍心揍他们。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把我当你的爸爸，这还有问题？点赞六千了，大家真的很想看航哥女装直播吗？那肯定啊，这个是你的直播，对。直播的话，那可能还要等一阵子吧，但是也不一定，我有可能就后悔了，就是那种。你后悔了，你一定是要赔钱的，好吧？别人大家投了两个币，你得一个一个还回去。啊！播还是不播呀？啊，你播还是不播？那只好播了，那就是被迫的那种，我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播了。如果那天 C 好，如果真的要直播的话，你们会看吗？会去支持吗？会发微博？肯定会看啊。会发微博。我跟你说，那天正好带上穿 JK 的傅云哲，正好我跟你说一举两得。真的要带上我？友情出演，知道吗？那带上穿比基尼的于牧阳吧。哦，那口味好重啊！画面有点不意料不，真的像公司是那什么 cosplay 市场一样。他下面还补了一句说，其实我也没啥要求，就是想看全体女装聊天室全体女装聊天室。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点赞超过100万，那我们就全体吧。但是让他点的超过100万，想着吧，想着就好了，在未来。OK， 那下一个就是说，建议这周点赞过万，让瑞瑞子女装直播。哎，我觉得还不错。是哇，说如果你的眼睛还想要的话，就这样做吧。她很美的，就是。哎呦，看过。哎呀，你在干？虽然刚才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嘴巴是这样的，他很美的，他很美的，就是，他非常漂亮。孙一航，何必这么卑微呢？孙一航，你敢拿那个，就是那个以前我们不是有个很流行的什么测谎的那个棍子，怎么是？如果是张开的话，就是真话；闭拢的话，就是假话。迟疑你要知道、他不是有那个测谎仪吗？那个发电的，让航哥录一期，就是一直手放在上面的。那个测谎仪根本就不准，就因为你看过说了，他是觉得很帅的。完了，航哥不得不准，真的，我真的要你连车吗？真的高出他一大截儿，好吧？你说呀，快说呀！真的反驳他。迟疑你要知道，卑微就是人生。就是人生常态，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这，其实我刚才我这句话，这句话是我不想怼你的，是你提前说了的，提前说的，我爱他。就正因为我这么卑微，我才是你们的保护伞啊！这干什么？我是你们永远的保护伞。内幕，请把公屏打在内幕上。不需要你这个保护伞好吗？你不要这么说我会很尴尬的。你干嘛？好重的药水味啊！对啊，我刚想说，又药水。但是我这个评论出来，大家全部都怼回去好吗？他不敢相信黄润终于出来营业了，看来没有倒闭。我倒。什么？我们是打不死的小强。倒闭是不可能的啦，这辈子都是不可能倒闭的啦。除非大家都回去那种结婚的那种，带着孩子来参加原计划。
瑞瑞，你看我儿子行吗？要是女儿还带不了，不是太狠了，也不一定啊。女团男团我们都可以的呀。就是我跟我儿子，我让他当宿管阿姨。就是我跟我儿子组成了一个团，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父子团那种。父子团，互动多尴尬。不敢想，不敢想。OK，OK，、okay, okay, 那吧，我总结了这么多问题哦，感觉大家还是对我们这个聊天室还是蛮怎么说呢，蛮在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聊天室好像还是蛮不错的哈。我自己觉得录这个聊天室也比较，因为现在让我当 MC， 我觉得很累，你知道吧？因为每次当 MC， 我还要记流程，就像你们一样。只有没有啊，因为只有你有这个天赋了。不是有这个天赋，能力越大，我有足够的时间去读台本，要不然现在就让你来，因为我觉得你当 MC 比我当 MC 算了。下次这样，下次我跟孙航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俩不是时间一样的嘛，就你来当 MC， 我旁边坐着，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坐着的那一类的，你知道吗？我也喜欢坐着。你也喜欢坐？不行，我跟你说话还是蛮多的，因为我说久了之后，我嗓子就会很疼，所以我要不停的喝水。啊，好吧，你好欠打。这是那么今天的AI聊天室呢，也算是给大家做了以往18期的一些总结的东西。如果大家对看了这期节目之后，对我们之前的节目还是很感兴趣的话，不妨去前面多多关注一下，多多看一下。那么之后，其实我们的孙航一个起来，你待会单独给我留下来跟我聊天。大家如果看了这期节目，看了之后很想再看的话，就可以去前面的一些物料自己再补一下以前的一些一样聊天室。那之后的话，我们聊天室可能会改变一些形式，但是没有关系，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那么这期聊天室呢，到这个地方就跟大家说再见，大家拜拜，拜拜。Bye bye。我跟你讲，我初中的时候，在我那个学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人追我，你知道吗？当时我一度怀疑自己颜值是很丑嘛，但是后来看了一下，是真的很丑，没有人追是很正常。不是，就是你知道是那种，有的人啊，就是那种，他不是少女杀手，他是就心理年龄比较大的那种，你知道吗？那像我们林墨同学呢，那就是那种老年生。但是我初中的时候其实对自己的颜值就是那种迷之自信，你知道吗？就感觉自己是宇宙第一帅。后来当我现在回过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妈呀，这是个什么丑小孩，好丑啊。没有啊，还好吧。我虽然你学没有问题。OK。路人哦，就是就很丑啊，我说实话就很丑啊。